对吧？独立的建筑。啊？没事，你进去啊，我和表弟聊聊天。金枝一直问你们小富在哪里啊？嗯，卧底终于来了，对，我也觉得叛变了，对。你去哪里的呀？你去看着小天会不会弄呀？小天会弄吧？小天，你会不会弄啊？弄好不好吃？叫金枝。金枝那什么，哎，表弟，我说你到时候你给我妈说一声，你说我在这边没啥，我过几天回去。行。嗯，你这么给他说，你说我在这边谈个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说天天我和金枝在一起，好吧？行，好，我给他说吧。好吧。行。到时候过几天我们。嗯，这边帮他把核桃这些弄了嘛，弄了过后我们回去一趟，对吧？你别啥都跟我妈说，我发现你嘴巴漏风的吗？啊，一会儿给金枝说怎么样，你一会儿给我妈说什么呀？你死，我说我真要揍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么你给我妈说，我在这边安排那个果园的事儿，因为不是给他讲了我在这边承包了个果园吗？种水果吗？就那个果园。嗯，那你说我在弄那个事儿，你就给他说我晚点回去。你要想回去，你先直接你就回去吧。哎，不，你直接回去吧。我感觉你在这边我感觉心里边没底，是吧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是的，打个是。我感觉啥没底啊？一起回去。手机还能直播，我边看边充电。不是手机能播？是的哈，是的哈。嗯，反正我给你讲清楚了啊。行，好吧。行，谢谢。我进去看一下那个鸡怎么做的。明天你过来帮忙剥核的，谢谢。没问题，只要能一起。金枝啊。啊。哎，你在弄鸡呀、啊？哦，小天在弄呀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什么时候泡的？哦，那个。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这我给你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对，你朋友给我的那个，我没舍得吃。你今天来了，我就给你拿了炖鸡。哎呀，还是金枝管我呀，还得是金枝。杨祖君。杨祖君。哇、哦，好香啊！是虫草花。哇塞，真的好香啊！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呀？小香菇。对，鹿茸菇。鹿茸菇、猴头菇、猴头菇，哇，这么多！就七种菌菇啊，就是你朋友给我的那个。嗯、对，那金枝你做，等小天弄，小天那个。是我来。你弄吗？小天那个雕龙画凤的时候，一会儿提醒。金枝是个好女孩，金枝妹妹对我非常好，真的吗？我也觉得她对我挺好的。家人们，我感觉我对金枝有依赖了，我发现依赖啥？他那个做饭特别好吃。我做饭还行，只是说农村里面的味道可能你们都不太适应。嗯，表弟明天回成都。嗯，我的鸡头怎么做成这个样子了？跟他脱毛啊？他没有些不是鸡头，不是这样子剁的，要不脖子一起挂在这上面啊？没关系，没事。等一下，我给脖子给你接鸡头给他吃一会儿啊，一会儿给他吃，因为他要保证我的安全，因为开车他开，我的这个鸡头，我的狗命，我的狗命就哪里？你是说吃鸡头不安全吗？不是吃鸡头。不是给那个尊贵的客人吃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说给他吃，我的狗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。他现在开车，懂了吧？煮吧，就煮吧。本来我们是要把那个脖子跟
鸡头一起剁的。今天是不是弄那个你们那个特色菜了吗？炖啊，炖汤给你吃。哦，直接炖是吧？不做彝族的坨坨鸡，就因为有这个东西嘛，给你炖来吃一下嘛。好的，我看到好，应该很好吃。这太多了，这就是一袋。一袋那么多啊？哇！哎，我朋友还可以哈，他这东西，他这些东西好不好嘛？你懂这个？肯定非常好呀。非常好是吧？跟我们大山的大山里面的不分上下的。嗯。然后，并且它里面还有这么多种，然后就直接不用去到处去那个找。嗯。挺好的。那行，可以。哎呀，小富吃的，小富贤惠的金枝，你们觉得金枝贤惠吗？啊？你觉得他贤惠吗？干嘛离我那么近？啊？干嘛手机开我那么近？他们叫我近一点，他说他们想和你零距离接触。才怪！真的，有营养。明天我跟你去弄核桃呗。弄核桃？啊。去打还是去背呀、啊？去打背都行。太远了，走路要半个多小时。太远了。走那么远。上去的话，可能要走一个小时。我去走半个小时。哎，手机没电喽。手机没电了是吧？对。嗯。怕就是怕他妈妈这个 我吗？因为大家点点关注呗，叔叔阿姨们，点点关注呗，好吧？去那地方我去要半个小时，你爬上去应该要一个小时。我呀，有可能。嗯。但是我还是想去。你还是想去啊？嗯。真的要去吗？真的要去，我想在你身边，多陪陪你。嗯，好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待会儿我跟金枝一起去，行不行？嗯。抽时间带妹妹回去见父母。他不和我去呀，他我叫他跟我。还没到这个时候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啊，并且现在他爸爸妈妈都还不让富哥跟我来往吗？没有不让我和你来往。我知道的。可能就是我妈想多了，她一天到晚东想西想的，她一天到晚就是想东想西的，她，对吧？这厨房跟你们老家一样。对，他这个厨房挺好的，我觉得挺好。他在这儿做的饭特别好吃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来吃金枝做的饭的？有想过来的可以扣个一，到时候可以来找金枝玩，不单单只是小富可以来找金枝，你们任何人支持金枝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可以来找金枝的，对不对金枝？可以啊，对啊。这个就好了吗？没有，焯水，换一道水。哦。没，你们没弄吗？没抄吗？没有，才下锅的。哦哦哦哦。小富，你现在知道了，金枝真的，嗯，对，我知道了，嘿嘿嘿。一直都知道。啊？知道啥？嘿嘿嘿嘿。直播间家人们，那个咱们能在网上点点赞吗？这个赞好少哦，昨天我们都10万赞。还记得不金子，昨天10万赞，现在2.9万人，哇塞。你的笑声那么尴尬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笑？哎呀，有点熏。你要不出去吧？我出去谁和我聊天啊？我等一下马上把新那个哇，太熏了，这个烟子太熏人了。家人们，你们吃饭没有呀？吃饭了的在公屏打一个一，没吃了的赶紧去吃饭啊，就不要一直在这儿陪着小富了。心爱的人陪我一生。金子啊，跟我回成都吧，好吧？好吗？他不干，家人们，他不干怎么办？不行，要，
还没下班呢。你干嘛跟我过来呀？啊，我跟着你过来不行，你要干嘛？你去接你爸吗？什么？你是去接你爸吗？对啊。那走呗，我跟你一起去呗。接我爸，我为什么要走这里啊？那你走这儿干嘛？不是，你就这样一直跟着我，你都不问我去哪里，万一我要上厕所，你就跟着我一起上厕所了。你不，你上厕所，你去这山里边上厕所干啥？我去找南瓜。南瓜呀？我找一个小南瓜来炒来吃。可以啊，好呀。是啊。好呀。我去找南瓜，我就看你。我是看着你看着手机一直跟着我，你都不怕我把你带去卖了？我没事儿，谁把我买了，我他家里边烧高香了，把我买了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干嘛？这个怎么扎人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肯定要扎人呀！哇塞，这个扎人呢？他表哥在哪里？谁的表哥？你表哥在哪儿？哪个表哥？啥表哥？舅舅的儿子吧，他们说那个给你要娶你那个表哥。对。一会儿到时候我叫表弟揍他一顿。你不要动不动就揍啊那种。我没有动不动就，你好好说啊，金子，我就说。我不喜欢你了，你动不动就要打我的家里人。我没有说打他呀，我说去见见他。你们都听到了，说的是揍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他们都听到了，没有说揍，没揍，不揍他表哥，他表哥就是我表哥。对，他表哥就是我表哥，不是他，不是。你们一起帮我找一下南瓜，好不好？那个玉米还可以吃不？那个玉米。玉米都可以吃呀。小富说：“把握一半的一半吧，我看，到时候和我爸谈谈嘛，谈谈条件嘛，好吧？”你爸爸怎么了？谈什么条件？没关系啊。那个南瓜也太老了。就是，不是，虽然说我妈那什么吗？我爸也不是特别同意我来找你。没有，没关系的，因为他觉得我有点耽误工作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说我工作一直在进行的，我项目也在弄的，可能是我大哥给我爸打电话了。你大哥？嗯。你大哥觉得你工作没有做好吗？对，他说我最近没好好工作，都不去找他喝茶了。他因为我没在成都，我怎么去找他的？对不对？就是觉得你没有去找他们喝茶了，然后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给我大哥给他寄你们这边什么土鸡蛋呀，什么东西都给他弄过去的。然后我说看一下他不给我。那把我家的土鸡蛋给他弄一点过去的。可以吗？那我到时候说你送的好不好？行不行？你就说你送的嘛。就你送的呗，到时候是你送的。到时候你要你，如果说你能抽开身的，你到时候去我们公司呀。我没关系的，你什么没关系的？送的没关系的，你拿去送给他吗？他们说，嗯？什么？那个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兄弟啊，你别在这儿瞎说啊！我就说。说啥了？我看一下说啥了。我说你我一会儿给你幺爸说，我跟你说，给你的小爸说，你一天到晚在那儿瞎搞，我跟你说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没事儿。对，找到了吗？你的南瓜，其实我看到一个，我一直没跟你讲。哪里看到一个？嗯。哪里有看到？来吧，你跟着我来，我眼睛很好的。啊？你来嘛，你过来。哪个？你过来。哎呦，怎么又扎我一下？在那儿。那儿。哪里啊？那儿，看到没？没有啊。那儿。有。哎呦，小心那儿。看到没，那儿有个小的。不行。咋不行啊？太小了。你不是说小南瓜吗？那个不够一个呀。不够。再等我看一下最上面这个嫩的。哪个？这全是你自己种的哈。嗯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，我想问他们有没有吃过南瓜。他们应该没吃过吧。你们应该没吃过南瓜吧。
现在什么年代了？年代现在是二十二世纪，还没到21世纪。二十一世纪。哎，别弄了，你到时候可以。不是我说的意思是，你到时候留着吃呗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一天到晚在你这儿混吃混喝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他们说吃过南瓜，哦，哇塞，你们都吃过南瓜呀？谁没吃过南瓜呀？就是菜嘛。这个熟不？熟了没？他这个就是南瓜不分熟与不熟，是不是？要不就是老的，要不就是嫩的。小心点，这个扎人，他有人。我走前面吧，你走前面，那你走吧。哇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看夕阳？你们想不想看夕阳？啊？哎呦，想不想看？哦，你这个菜没长起来哦，金子。快了呀，啥时候能吃啊？这冬天啊。冬天吃的了。嗯。这什么菜？莲花白，你知道四川话。莲花白，莲白嘛，就是。四川话还是莲花白。糖醋莲花白。糖醋莲白就是用这个。对，那到时候给我，我喜欢吃有点带甜一点的。哇，这辣椒长得好好呀。都快没了。哦，我发现家人们，金枝的家里边都